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具有丰富用途和功效的天然草药——甘草。甘草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中药，它具有镇咳化痰的功效，缓解呼吸道炎症，帮助改善肝脏功能，对于控制高血压和糖尿病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甘草可以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疾病，缓解胃痛、胃酸倒流等症状。甘草中的一种成分可以调节神经系统，缓解紧张和焦虑情绪，对于舒缓身心压力有一定的作用。除了医疗领域，甘草可以用于制造零食、制造面霜、洗面奶等化妆品，还可以用于制造口香糖、牙膏等口腔清洁用品，帮助预防蛀牙、抑制口臭等问题。立即订购甘草，加入甘草到你的日常饮食中，发现它的惊人好处吧。